再见。这位特工的手不是受伤了吗？还能乱动？是你们在搞鬼！你们假装受伤，其实是在绷带里藏操控器，来玩射击游戏。谁是偷偷魔兽？你到账。你的手上绑这么多线干什么？我怕我的宠物跑了。喂，大龙虾！这可不是吃的龙虾，它是把大龙虾当做提线木偶了，通过视线来操控龙虾。有问题，我得下楼去看看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剪了30年的头发，每天不剪头发就胸闷气短。把龙虾切成当剪刀，特工训练营还给人剪头发，马上再多训练2个小时。不要啊，我离不开他。这位特工怎么一直在照镜子？沉迷美貌不可自拔。我要3秒1检测，这个天线自控摄像机藏在了12部手机。炸了！对，你是在帽子下面藏手机，通过镜子反射看手机上的小说。头上还有一个，牙齿也是手机，衣服上的印花是手机屏幕伪装的，脑袋是手机组成的，手指甲都是手机，鞋底有手机，鞋舌也有手机。不要啊，这是我唯一的存货了。